开始。现在啦，开始来啊！开始啊！伊讲啊，爱你哦。嘿。你无提个过来说啊？你现在开始收音了吗？收了。啊！我心爱的爱你。越来越，你听到没？不，继续。今天那个，我跟你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很庆幸替那阿公啊带我来宜兰这边喝酒啊，阿公很高兴。那你妈妈呢？她一开始就一直反对，她说：“我你一出生的时候啊，如果说有那个庆幸阿公带你的时候。”他反对我抽烟，我为了这个问题啊跟他争执很久。你爸爸也反对，你爸爸跟我喝酒，可是你爸爸不反对喝酒，也不反对抽烟，就是你妈妈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你妈妈。不要吵我，我是阿公，我很无辜哦，我也是很可怜的啊。那你什么事还没讲完？什么？你不是说我答应你什么？啊，答应什么？你妈妈叫我不要抽烟，没关系。她说你出生之后，我要尽量戒烟。可是呢，或许阿公没办法戒掉了，对不对？阿公可以带你去打猎，没关系。可是我抽烟，你尽量跑远一点，那可以吧？啊？这个我不满意。那不然呢？什么叫跑远一点？他跑到哪里去？那恩基重演嘛。你要说。